看起来还蛮不错的感觉的。好吃哦，我先帮你吃，好吃。嗯，好，那我来吃吃看，到底好不好吃吗？在地人的推荐。但我觉得这些对你来讲应该不太够。好说啊，那我们现在吃吃看他们的水饺如何吧。哦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就觉得它的味道算蛮爽口的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先吃一下它的炒饭，味道是如何？它这个是肉丝炒饭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嗯，感觉是用酱油去炒的炒饭，不得了。那我们吃吃看吧。嗯。嗯，味道还够吗？我觉得这够了，够了，不用。那我们来加一点酱料吧。香油。还有点酱油，哇，完美！看到你拿起这些酱料，就觉得不太妙了。嗯，对啊，它的水饺沾了酱油，它的味道多了一种层次，好吃很多耶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对啊，嗯。我希望你把它干完了。你吃这么快哦！那我们来喝喝看酸辣汤如何吧。哦，我觉得酸酸的还不错哎，虽然说没有辣的感觉。感觉是胡椒不够。嗯，对，我是感觉说可以加一点什么东西。那我们来加一点胡椒吧。糟糕。觉得不太妙，这不是 A 的。哎。A 你现在加一点胡椒，看看如何呢？我觉得它的胡椒粉不太适合加入酸辣汤里面。觉得生命受到威胁。那我们来喝喝看加了香油的酸辣汤如何呢？因为我发现它的汤的味道加了胡椒粉，反而没有那一种我们熟悉的对味感。对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加了香油，感觉变肉骨茶。清淡的汤头中，突然多一种香油味道，我觉得整个都不一样哎。嗯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觉得它水饺好吃吗？非常非常。你要不要多吃一点？啊啊啊！啊！嗯。就是这个水饺味道有一点淡呢。我
我就觉得还好、啊。你还好吗？正常人角度来看是觉得 OK。对啊，所以土豆说不行，不一定是不行的。嗯，没错，没错。是说刚刚我跟 Omega 去钓了一场还蛮疲劳的钓鱼活动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大家好，我是 Omega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基隆这边做钓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说今天自己做的南极虾到底咬不咬吧。二来，你直接荡到对面去吧，吹蕊，不傻。他直接冲下去嘞！哦，不知道嘞，什么鱼？哦，好大只哦！哦，有嘞！哎，我掉嘞，我掉嘞！哎哎，我要引拔了，南极虾就咬了嘞！对，好，我们要引拔喽，准备好，三，哎呦，三二一，哦，哦 ，yes yes， 可以糊了哦，哎 ，yes yes。好大隻喔，我第一次钓到这么大隻的黑點耶，好屌嘛耶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有一顿还不错的料理了。先把它养起来吧。Yes, yes。虽然说刚刚在做钓的时候天气环境十分的恶劣，但是说我们吃到这一餐饱足的午餐之后，我们身上的疲劳瞬间都不见了。那我们已经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们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民宿这里了吼，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花不到700元的价格就可以住到这么棒的民宿，他只跟我们收不到700元，688元而已。尤其是他外面的公设有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。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一起出去吧。晚安喽。啊，母汤爱困了。